那叫毽球鞋，那叫毽球鞋。对，对。他那个鞋子就买的时候都要比那个脚尖前面还要多三根指头，就那个鞋子啊，前面要多三根指头。然后那个那块区域是拿来杀球用的，就下压的时候。拿来甩球用的。好球啊！我有买，可是踢毽子就还好，因为毽球它比较轻，它比这个还要轻一点啊。它有弹性，可是比它的底部比较轻，所以甩的会有感觉。我们之前练习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比较硬、比较重、比较小颗的那个毽子，所以我以为是踢那个，没有带啊。对啊，这个很慢的。这个的话就跟真的跟世界杯毽球一样，要甩。下面的雨伞。
来了又不行。哎，我们还比较不强。他在台北手上拿下六分。为什么？那你们都比他们强啊？比他们强，所以才强。这次导游还没，等下他们输了，我对我们。对，你们 OK 了。蓝色是什么队？蓝色高手。有别人带你。